这个像刚才郑州大学大概快一点。过你进到十月份左右，进到十月份左右，你大爷一个忙就挣四千块钱一年。你不能买好的，买差不二的，啊，七千块钱里的忙吧。挣住了这几年，还认可挣住。公饭店他挣不那些钱，中饭店借的。中饭店拉一这么研究的。啥钱？到手钱他不要，我拿着啥呢？啊，当省事两票，好的。当爷不当当，种一辈子，他都那啥，他都种这些田里呀，种就死。啊，老瓜种没，他出不这些钱，那一不就？这是啥玩意儿？没啥，一个个的。他妈的，到手钱他妈逼。原来买的这鱼是你那的鱼？啊。完了，那个从哪儿嘎？你是计划呀？这不拍个头得了？啊，拍个头一看。对，你完了宽点的。啊，地儿宽点的。你要这长干啥？用不认长。抠大门，你咋用不认长？往里怼呀！他妈都冻着这玩意儿。用正常的。那我记得是十一那天你上完湖了没有？我没去，参去的。十一那天，嗯，我没去。他也没去，去。孩子们，张军，没张军。那天年底要不回来的，东边回来，张军你，十一。娘子公这家养的鱼新养的，是吗？头年家就养的。头年驴鱼见，嗯，今年头年见，今年见。买三斤鱼。头年还年前的这驴鱼见，后过完年贵了。头年年前到过完年，一个驴鱼不差两千，也差一千五，就那一翻年的功夫。驴鱼就涨钱了，今年没涨，是不是？那驴鱼没涨多少，是不是？头年头年货勇买是不是？多贱呢！过完年就涨价了，那驴鱼的。我告诉你呀，对你呀，不买驴。这个像刚才郑州大学大概快一点。过你进到十月份左右，进到十月份左右，你大爷一个忙就挣四千块钱一年。你不能买好的，买差不二的，啊，七千块钱里的忙吧。有赚的，这买的，哎呦，买的有条的，条的不行，那你，告诉你，那你养条的，就昆虫干活，你看不见了，别喂穷的，啊，你忙着，你随时你不养的，你卖，顶日就挣钱，啊，你啥卖挣钱，我能逗你吗？你买妈来的鱼回来，啊，就好条的。就忙着回家配呢，那啥那下毒啊，扯淡的不带扯毒的，就那买盒，买了七八个，十多个，现在别人都出来了，那咱出来得多少钱出来呢？十个必须出来，一个忙都东哥。啊，好好好好，我搁这拍视频呢，哥，好好，好，好了，谢谢哥啊，好了，一百多就是一万二三，哎，好了。这话你这一忙整个四千五千的饿呗，整个三千四千的饿呗，啊，那你稳头，我告诉你比毛驴好养。那你给他抓坏头了呢？嗯，哪儿都有。对。那
还得倒腾点啥，养那玩意来的还慢。挣点生米买不着，你就涨钱。生在哪儿啊？半年买一个鱼，你这半年你买一条，你买一条，只能买一条，你买一条。从二家回来，让明再买一个。人他妈真有人在这买，你不这劲真不中。买鱼，嗯，鱼大的鱼。啊，就二家级。嗯。二家没多少人，可能这劲儿，京城那边过不来。敢买呀，还是敢卖的。有茬儿那种。